魏红，大胆，老乡了。什么？怎么办呢？所有太平门都封死了。怎么办？大家抄家伙，把关都打破，趁黑的时候冲上台去，冲！师傅，他们这帮人
年不但找来捣乱，还打伤了山豪，我们教训他们。为什么？哎哎哎！住手！是谁看白信？是他们这边人，还用武力打伤了我的儿子。不是，是他们为了以前的恩怨